找到一个，是你吗？另一个我，摸，哦，这个房间怎么一回事？居然没有门，也没有窗户的，没有门，没有窗户的房间，立柜，真相往往掌握在旁观者眼中。旁观者清吗？还是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玩家已经知道，其实我们玩家已经猜到内容了，就只有我们里面的角色还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换喵可丽，喵可丽好像还没有东西可以换。这边。是这样吗？不是这里吗？还是在这里？什么意思？那只黑猫算旁观者吗？算。跟妹妹黏在一起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能在上面感觉到一股很神奇的力量，奇怪的力量，真的传送到这边来了。谁？啊？什么？什么传送？咦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见鬼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咦？哇塞，看不懂哎！救命！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？怎么办？看不懂。咦？什么意思？那刚刚为什么会有一些衣服、服饰、沙发、肮脏的沙发，服饰？刚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花盆。红薯，好多意义不明的传送哦。这个传送是有什么意义啊？红色传到蓝色，有没有观众看得懂它这个红色跟蓝光光吧？在暗示的什么啊？看不太懂。这边又不见了。是不是近了一点？哦，我知道了啦，要去他去不了的地方啦。所以，他的只要喵可丽下来的，不是喵可丽，那个对喵可丽下来，我就可以下去了。懂了懂了，真太神奇了，各式各样的糖果，空空的碗柜，空空的挖柜，没有要，因为他们两个红光代表是喵可丽的位置，所以现在，对，他们两个快要在一起了。他这个意思已经是他们两个接近了，就是我们一直往后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让那个我们两个各自是一个传送点。对，没错，真的可以下去了。
我们到同个地方嘞。后面有一个像是巴丰特的山羊的一个挂件，放的杂物。好，那我又可以下去了。巴丰特山羊在这里，上锁了。换，再换，好远，走那么远。传来打开门的声音，从里面感觉有些奇怪，从没见过魔力弥散在空气中。哦哦，兔兔哎、欸，还没有感受到恐怖的地方。对，这个游戏都快玩完了，那恐怖的地方在哪里？当你凝视着深渊时，深渊也会凝视着你。纸上面还有一个大眼睛的兔子，不是，纸上面有个巨大的眼睛。凝视它，这是深渊吗？不是啊，你这只兔子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威胁性。还有兔兔的，还有这个兔兔有那个虎爷啊。有了。当你凝视的深渊时，声音也是凝视着你。哦，又可以往下走。啊，因为问我要不要继续前进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不能退换的耶。这边可以回去。可是我现在不能换喵可丽了，这边没有给我存档点，会不会有 jump scare？ 我不知道这款有没有，目前玩到快结束了，没有 jump scare。这咚咚咚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走廊怎么看不到尽头呢？看不到尽头的走廊就绝对要小心。我们从右边走，小心射出东西，有种恶心的感觉。哎，死掉了！哎，哦，调什么难度？开什么玩笑？其实这一款它的这种解谜其实都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，我们两次都一样，都遇到这样状况，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解，他就问，直接问你要不要调降难度。大家知道怎么解吗？这个游戏这个解谜要怎么解？凝视的深渊时，深渊凝视着你。来不及啦，作者！而且我人都过去了，才融化，这什么意思？咦？转头吗？对，这游戏在凝视着我，站着不动，感觉就是往前啊，还是我们这样？有点偷吃步。是这样子玩的吗？他这个眼睛是不是输不起？身体已经不能动了。
好痛苦。它是那只白猫，白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角色啊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已经找到主人的兔子玩偶了，我想回家。谁来？救救我！因为猫在这个世界的设定里面是一个携带瘟疫的动物啊，所以大家都会排除它。主人，你干嘛？你已经这样呆滞了好几个小时了。这间房间越来越奇怪了。刚才做了很奇怪的梦，感觉有很多凶狠的眼睛盯着自己，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。你看起来状态很不好呢，不过不用过分的勉强自己的。明明是来找兔子玩偶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被抓到了！对啊，刚刚完全不讲武德哎，真的太超过分的。想说我已经顺利的逃脱所有的眼镜了，然后全部所有眼镜都围上来，过分。猫咪是无辜的啊，没办法，那个时代连人都可以杀了，杀动物什么的。应该说，就算是现代，有些地方的动物也是……好，你想说什么？之前你怎么不见了？因为一些可怕的力量，我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。是刚才那些可怕的眼睛吗？算是吧。不过还好，最后能及时赶到。听说你在这座房子里好像很大一样，什么很大？听说你的这栋房子好像很大一样，怎么觉得我们的小维好像不太会讲话？他在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不过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最开始的模样了，反正很奇怪就是了。是狗肉吗？我是觉得那种经济动物跟那个，我讲的意思好像不是那个样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了满足人的想要，像有点像，应该说西班牙斗牛的概念也是有点像啊，是这样。可是那个就是为了单纯吃，我觉得我不是在探讨这部分的东西。可是这边感觉以前欧洲驱逐黑猫那种状态，好像也不是我刚刚讲那样。再存个档，走吧。上面是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狗被绑在太阳底下，下雨的狗也回不去屋檐下。那个是主人脑袋敲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种在台北就打1999了。动保法给他罚下去。他就会怕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兔子吗？我现在回不到喵可丽那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那么看像大麻一样？看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我已经忘记食人小男孩跟我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了。咦？可以观察里面，黑暗中有几双眼睛正闪烁着。哦，好恐怖！不对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可以进去。木质的圆凳，病猫。
书上的纸写了一行字，哭泣的女人背后啊，我想到你在说我是人小人还是什么意思。对，想见我是人小男孩的影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有人刚才来过这里吗？猫咪，可是猫咪可以让人，我也挺喜欢猫咪的。不过猫咪很容易破坏，整个房子都被破坏乱七八糟，各有所好了。猫咪东西放在桌上就会把它推下去啊，影片都是这样子演的，到底在干什么？每次看到那些影片，我真的很想问那些猫，你到底想要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一直把东西推下去？哎，如果这两种动物融合就好了。不观察，不观察什么意思？哎，来，我看一下我的道具。房门钥匙已经用过了，罐头是攻略，攻略不要看。把钥匙，生锈的钥匙，有很多锈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直接去开那个门会出事。好，看看我要怎么死呢？留着吧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错了。有眼睛什么的，不用怕，我们可是猫猫。这些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只，很让人不舒服。猫猫，哇塞，超高速老鼠哎、欸！嗯，似乎他们在躲着我。高速老鼠，哎，抓不到啊，抓不到、啊，算了，不抓了。他们竟然可以冲到那个什么柜子底下。嗯，原来是老鼠吗？为什么长这么大？硕鼠，呵呵，巨鼠啊，硕鼠，呵呵，好，室内盆栽。硕鼠，这个图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到这里有硕鼠，然后呢，硕鼠。猫咪真的会吃老鼠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家猫不会吧？家猫只会玩弄吧？它平常就有食物了，不会吃吧？野生的可能会吃，因为家猫就吃饱了就不会再吃东西啦。好啦，我不想看这些巨鼠了啦。然后我进去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、欸。话说，喵朵鹿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本来是来找可莉的，可是找到之后，他说他的兔子玩偶不见了，所以现在一直在找寻兔子玩偶。是什么样子的兔子玩偶呢？嗯，和我腰上的这个是同款呢。抱歉，我也暂时没有看到这种的。我会继续找的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好，好好的猫哦。他是抓给你看，不会吃下去啊。他是觉得好玩吧？家猫啦，我说家猫，可是野生的猫，野猫应该就会吧？不然他在外面要吃什么？老板娘家的猫咪把两只仓鼠吃了，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仓鼠应该不会在路上乱跑吧？那猫咪的画像，哦，猫咪的画像，去吓一些老鼠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效果。仓鼠好像很好吃，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来，我们把画放上去哦，这样会好一点吧。老鼠不见了，果然，猫是老鼠的天敌呢。所以呢，这些老鼠不见了。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
咦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荒芜的庄稼，床上男人，田野中的牛，狂奔中的野狗。等一下，多问你一点，我记得可以多问一点。那边老鼠为什么这么大呢？不太清楚。不过那些巨鼠应该都害怕你。哎，他明明是弱鼠，怎么变巨鼠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问题就得问你自己想想了。喵朵莉，哎呦，好难念哦。喵露朵露维，有问题的时候就放心的依靠我吧。好，放心的依靠你。啊，左边不是门吗？往左边。哎，哎，哎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巨鼠杀人了！哪里有门？这个？哎，不是啊，怎么左边有门？那个房间左边不是？完了完了，闯祸了！阿贝出事了！我有，你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问题可大了。我看错哈，哎。对，而且老鼠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完了完了，出事了出事了！等一下，哎，朵莉，朵露，你来了，找到兔子玩偶了吗？还没有。兔子玩偶真的会丢在这种地方吗？感觉像是异空间一样。而且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无路可走了。不，这幅画连接着过去的记忆，这是唯一的出口，并不会无路可走。哦，有两个选项哎，不管黑猫，我们往坏结局。有很多话想和你说。他刚眼神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可莉，你想说什么？这里真的能出去吗？